19岁香港男星甄子丹的代表作《叶问》系列电影，名气传遍全亚洲，奠定他武打巨星的地位。甄子丹日前在美国宣传电影《捍卫任务4》上名嘴 Jimmy Kimmel 的节目受访时，提到过往在香港拍摄武打电影都是全力演出，且早期香港电影因为预算不足无法做特效，只能用最精简的方式拍摄，透露如果左脸被打到受伤，怕不联系，就会换右脸角度继续拍。而被主持人问到跟成龙对打谁会赢，他则开玩笑说，我老了但他更老， I am old but he is older， 又以长辈 seniority 来称呼对方，逗得主持人哈哈大笑。近期他更参演电影《捍卫任务4》的失明杀手，戏份仅次于男主角基努里维 Keanu Reeves， 让人赞叹连连。从小学功夫的他，近日也上传一段11岁时练拳的画面，相当有架势，被网友狂赞仿佛李小龙再现。It's...